呢度，幫下。好，呢度。Ega 你好。你好。今日咧落好大雨，我擔心咧可能有機會會取消咗個 show， 見唔到啲 fans 啊。今日我知道有首歌叫做《Rise and Shine》。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日嚟呢個 Music Festival 之前其實有啲擔心，因為琴日開始有少少天陰陰，但係今日一出場見到大家其實都做咗準備，大家攬曬遮，我相信都唔會有呢個可能嘅。咁同埋亦都會覺得今日其實特別最開心係可以同好多好出色嘅創作歌手去一齊同台演出啊，咁你嚟緊咧個巡迴演唱會係咪已經完結咗，定係有 plan 緊下一站啊？而家 plan 緊下一站嘅，係啊，將會繼續去做咯，係啊。會去邊啊？嚟緊？嚟緊暫時知道下一場係可能要等公司公布，你講係啊。咁會唔會再去出碟啊，或者？而家其實暫時去寫緊自己下一隻嘅專輯嘅，咁其實一路都喺度大家去開會去商議究竟幾時推出呢一隻專輯啦。咁其實一路都喺度去寫緊自己下一隻碟嘅所有嘅歌曲啊，同埋喺錄音室度錄緊下一隻碟嘅歌。即係近排都係閉關寫歌多，係啊係。咁你好似話養咗只狗喎，領養咗只。係啊，領養咗只狗，啱啱5个月大啊，所以日日都出門都會好掛住佢咯，係啊。咁而家有冇人叫你做鄭太啊？慣唔慣啊 ？No， 未。咁係咪下年2025年搞婚禮咧？未啊，我依個打算是暫時都係 focus 喺音樂裏邊啦，係啊。咁但係有冇話婚禮想要咩形式啊，或者咩 theme 啊，點樣嘅？其實一路都冇去真係諗過呢一樣嘢。我諗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即係婚禮好似婚姻比較係喜歡關於兩個人多少少嘅。咁所以我諗，如果自己有一日去搞個婚禮，可能都會比較 intimate 啲。咁婚紗相有冇話幾時影啊 ？No， 未有。小朋友咧，想唔想生小朋友？哇，冇得跳 step 啊！明白。咁所以近排都係就係專心寫自己嘅歌。有冇嚟緊有啲咩工作動向啊？嚟緊其實除了我呢個巡迴之外，其實去 plan 緊第二啲嘅類嘅形式嘅一個 show 咯。咁所以但係暫時都係比較趕推出一啲新歌嘅，所以亦都喺錄音室裏邊趕工比較多。明白 ，thank you， 唔該曬。thank you， 唔該。呢一 set 我覺得哇，好想再唱多啲歌送俾大家。咩啊？咩唱好啲啊？OK， 唱多啲，好，嚟緊送俾大家呢一首歌係我嘅一首嘅中文作品啦，亦都係比較新嘅作品啦。呢首歌叫做《理性與任性之間》。其实彼此不需要再